Maria Lucia, get away, get so if you are. 哎，你想问小谭啊？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，你家己好好保重。啊，我的子孙啊！去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说：“哎，我看你长得一表人才，你今天买东西全部免费。”屁啦！怎么可能？你长这样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开玩笑好不好？那个店员是不是要去看眼科啊？傻眼！哎，店员。哎，眼科。那我们欢迎国旗大爷的店员的眼科。彻底颠覆了店员平凡的一天。嗨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唉，希望今天能够顺利的过完一天呢。呜，我的女神今天还是这么正啊。你是那个传说中的波波女神吗？唉，人太有名真是一种困扰啊。唉，女神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哦。可是女神，你怎么感觉和电视上差那么多啊？哦不，我是说差一点啊。弟弟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本人比电视上好看？哦，弟弟绝真甜呢。好，那你刚刚是说要什么？我要把五号 N 啦。啊，你就顺便帮我打八七折好啦，你是我粉丝嘛？那比赛啦，八七折不行啦、啊，不对，你女生你竟然会抽烟啦、啊？被你发现了呢，真讨厌。我不会遇到假的，我的女神。哦，弟弟，你在谎神什么？所以我的 N 打折咯，拜拜。女神呢？这价钱不对啊。等等我，女神。可恶，人没找到，钱也回不来了。今天心情真差，什么女神啊，根本就是一位欧巴桑。像一棵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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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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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浪花里舞蹈。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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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管它海浪惊涛，我如火乐。那个 Hello 叔叔，不是，同学，我要买烟啦。你是在大声什么啦？还有未成年不能买烟啊，小屁孩。什么未成年啊，我都已经是大人了，好不好？惹我，你可是没有好下场的、啊，年轻人。可你就是个屁孩啊。你不要口口声声屁孩来、啊、屁孩去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惹不起我的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谁啊？你这个平民哈、哦，不知道我爸厉害也是很正常的啦。所以你要卖烟给我了吗？哦，如果你跟我说你以前抽烟经历的话，我就考虑卖给你。哎，这还不简单呐、啊？
我告诉你，前两天啊，我才跟我的兄弟们啊一起抽雪茄喝酒到半夜三点啊。哦，你除了抽烟还会喝酒？我是大人耶，当然可以啊。哇，谁那么大胆啊？妈，对，还认得我，就是我这么大胆啊。妈，我错了。孩子要错，你不是抽烟喝酒很厉害吗？那是我骗叔叔的啦。叔叔，你全家的叔叔啦，还不给叔叔道歉？叔叔，对不起。哎，今天到底是怎样啊？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叔爷！我下蛋！我和阳光沙滩比基尼！我的大屁屁！这人有病吧？等等。我要最贵的 N 了。你是阿伟吗？我的手绝，我吓到，我阳光沙滩比基尼，我的大屁屁，是你。阿英哥来被干的呀？因为我从年少 CN 至此，因为我戒不掉 N， 所以就变成了纸样，早知道就不要 CN 了。陛下好，我是来自阿瓦多多尼萨多的批发国附属国西花国的使者。你这名字真是特别啊，谢谢陛下。我这有个我们做出来的新奇东西要进贡给您，叫做凤梨咬一口。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东西，它可以玩小游戏，重点是可以让你有每天吃不完的鸡。看起来真是好东西啊，谢陛下。你都好几天没陪臣妾了呢。陛下，这东西有比我好看吗？你就不能看一下臣妾吗？你好吵哦，害我没过关。哼，怎么这样？皇上过了半年，既不问朝政，也不理美人，整日沉迷于游戏世界的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皇上突然发现自己看什么都模糊不清，于是传唤御医，没想到连御医都束手无策。突然有一天，御医找到了一个在民间为之传奇的人物。
进吧。陛下，我找到了一个在民间十分有名的人士，人称海草精。你真的可以救我吗？当然啊，我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的海草精呢。我需要吃什么药？不用，你这个情况只要照着我说的去做，包准你情病情不再恶化。好的。第一，用眼，每次30分钟就要休息10分钟。第二，多吃绿色蔬菜，多看绿色植物。最后，戴上这个可以让你看得更清楚。哇，真的变很清楚了呢。之后，皇上都照着这些去做，眼睛果然就好多了呢。
里有当地原住民，我们去问发生什么事。What happened about 夏威夷？我们会讲中文。我们是来观察海草的，怎么都消失了？我们也不知道，一起去检查谜团吧。那是什么？该跑了。我们去看看。我们有秘密武器，百宝弹。接招吧，垃圾怪兽！我们去海上寻找海草吧。我有船。出发吧。海上怎么全都是垃圾？看来都是人类乱丢垃圾造成的。海浪怎么越来越大了？是鲸鱼。大家还在吗？我在。看来只剩我们了。鲸鱼又来，快跑啊！